我们都知道洗手非常重要，让我们一起学习怎样更有效的洗手吧。打开水龙头，用水湿手，打肥皂，用肥皂搓手20秒钟，这将包括擦搓手掌、揉搓手背以及手指之间，用一只手旋转摩擦另一只手的拇指，然后换手做同样的动作，擦搓手指尖和指甲下方，用水彻底冲洗双手，关闭水龙头，然后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手。这是所有的步骤。